请听第82集，廉颇认错，负荆请罪。蔺相如凭着聪明才智，完璧归赵，不辱使命，赵国上下为之振奋。蔺相如回国之后，被赵惠文王拜为上大夫，和廉颇一道一文一武，共理赵国国政。再说秦昭王当初也并非想得到和氏璧，只不过想借此事来试探赵国的虚实。然而蔺相如能够完璧归赵，使秦昭王感到赵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消灭的。于是秦昭王又想出一个花招，约赵惠文王到西河外的渑池相会，以此来试探赵国。赵惠文王和文武大臣们商议以后，决定前去赴约。赵惠文王在大将廉颇的护送之下，和蔺相如一道向渑池进发。蔺相如心中明白，这次会秦王绝非像上次和氏璧那样简单，他和秦王之间还有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。赵王能够到渑池与本王相会，本王深感荣幸。秦国与赵国结成友好邻邦，乃普天同庆的大事，本王焉能不来。我家大王心怀大志，赵王肯定是要服从的。你是何人？我乃秦国相国魏冉。你就是那个油嘴滑舌的蔺相如吧？我乃赵国上大夫蔺相如，非你所说的那样油嘴滑舌，倒是魏相国你身为秦国相国，说话却词不达意。你说什么？我何处词不达意了？魏相国说你秦国大王胸怀大志，我赵国大王同样胸怀大志。这渑池之会乃两国大王互结友好之会，不是谁服从谁。对对对对，蔺相如大夫说的对，今日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。来来来，我等共饮此杯，愿秦赵两国世代友好。请请。听说赵王通晓赵国音律，特别擅长弹奏宝瑟，本王专程带来一张宝瑟，请赵王弹奏一曲，为今日渑池之会助兴，还请赵王不要推辞。什么？这魏相国，取宝瑟来献与赵王。是。请赵王弹奏一曲。这秦王既有此好意，大王可弹奏一曲。蔺相如，那秦王明明是想羞辱于我，你竟然……大王不必担心，尽管弹奏就是。赵王不必推辞，我等皆在洗耳恭听。好吧，本王就弹奏一曲。
听说赵国十祖列侯都会弹琴，赵王的演奏果然得到了祖辈的真传呐、啊！哼，魏相国，速将今日之事记入史册，好让后人知道。赵王曾为本王鼓瑟，是臣马上就办。秦昭王28年秋月吉日，秦王与赵王会于渑池，秦王命赵王鼓瑟。你们听见御史说的吗？秦王命赵王鼓瑟。秦王命赵王鼓瑟。李相如，看你办的好事，本王的面子全丢尽了。大王不必担心，秦王今日也逃不了，请大王稍安勿躁，看我蔺相如的。秦王，我家大王听说秦王擅长演奏秦国的乐器，特别是敲击瓦盆，尤为绝妙。蔺相如这里有个瓦盆，请秦王击打，为渑池相会助兴。什么？我乃秦国堂堂国君，怎么可以敲击瓦盆？你出此言，分明是在取笑本王。秦王，你仗着秦国强大想耍威风吗？今日是两国平等相会，秦王若是不肯击瓦盆，我蔺相如拼上这颗人头也要溅你一身鲜血。你敢？我秦国兵强马壮，对，秦国是兵力强大，可眼下我距秦王只有五步之遥，相信这五步之内没有人可救得了你。蔺大夫何必如此？既然是为了助兴，本王就敲一下又何妨？我敲就是。好了，本王已经敲了。今日盛会，秦王敲击瓦盆也应让后人知晓，请御史记入史册。赵惠文王20年秋月吉日，赵王与秦王会于渑池，赵王命秦王击某。大王，那蔺相如太可恶了，待微臣去戏弄他赵王一番。魏相国，你要当心，那蔺相如不好对付。大王放心，微臣去去就来。今日赵王会顾渑池，不胜荣幸，请赵王割让赵国15座城池为秦王祝寿。好好，秦王寿辰，我赵国理当祝贺。既然蔺大夫这么说，就取来地形图画押吧。好，我赵国割让15座城池为秦王祝寿，那秦王也该礼尚往来，请秦王割让国都咸阳为赵王祝寿。蔺相如，你魏冉相国，我赵国割让15座城，而只换你秦国1座城，这还不妥吗？好你个蔺相如，你今日是本王与赵王在渑池友好结盟，你等做臣子的不必多言。是是，为了表示我秦国的诚意，我将我的孙子一人送到赵国为人质，以示秦赵两国皆为兄弟之好，不知赵王意下如何？秦王诚心可照天下，我国愿与秦国世代友好，永不征战。好，诸位满饮此杯。请请。
渑池相会，秦昭王在蔺相如面前没有占到丝毫便宜。秦昭王知道赵国现在还非常强大，不是随便好对付，所以干脆把自己的孙子一人送去做人质，和赵国结为盟国，以便专心对付韩国。再说赵惠文王通过渑池相会，更觉得蔺相如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于是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宴群臣，拜蔺相如为相国。廉颇心中不服，早早地离开了庆功宴。廉将军，今日不是大王的庆功宴吗？您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哼，肚子气饱了，自然就回来了。哎呀，廉将军是赵国德高望重的大将军，谁敢惹您生气啊？哼，那蔺相如被大王封为相国了，我能不生气吗？啊，那蔺相如过去只不过是一个宦官的门客，这怎么一下子就做相国了？像我廉颇身为赵国大将军，多少年来东征西讨，南征北战，凭着性命才得了这上将军之位，而他蔺相如一个宦官门客，竟凭着一张嘴就爬在我廉颇头上。哼，这口气叫我如何咽得下。哼，将军功高盖世，无人能比，他蔺相如算什么？哎，以后将军上朝都要站在蔺相如身后，小人真替将军叫屈呀。哼，只要他敢站在我前面，我廉颇就让他好看。廉颇的这番话传到蔺相如耳中之后，蔺相如就每日称病不去上朝，以免和廉颇发生冲突。赵国的大臣们都认为蔺相如胆小，不敢和廉颇见面。廉颇知道之后，以为蔺相如怕自己，心中也非常得意。虽然蔺相如千方百计地躲着廉颇，可是有一天两个人还是在大街上碰面了。相国大人到，众人速速回避。嗯，怎么不走了？相国大人，前面有人挡道。谁这么大胆敢挡相国的道？是廉颇将军的车马，看样子他们是故意挡在那儿了。哦，果真如此。相国，您不必担心，我等去跟廉颇理论。哦，不不，既然这样，我们调转车头，避开大道，从小巷绕道而行。什么？大人，您是相国，哪有给别人让道的理啊？不必多说，照办就是了。是。嗯？怎么又不走了？大人，那廉颇的车马又在巷口堵上了。什么？大人不必担心，我等跟随大人多年，是该为大人效力的时候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带上几个人去教训教训廉颇。不可造次。大人，那怎么办？廉颇堵在巷口，我们过不去。啊，我们就打道回府。哈哈，蔺相如三番五次的迁就廉颇，激怒了蔺相如的手下人。这天，一个门客找到蔺相如，非要问个是非缘由。相国大人，我等不远千里来投奔你，就因为仰慕大人的高尚品格。如今大人跟廉颇将军同朝为官，而且大人的地位又比廉颇高，为何廉颇骂了大人，大人反倒还怕他？不但在朝上不敢与他相见，
在半道上碰见他，也这么躲躲藏藏的。照这样下去，廉颇迟早会骑在我们脖子上。大人能够忍耐，我们这些做门客的不能忍耐，所以只好向大人告辞了。你们的心情相如能够理解，我问你几个问题，然后你再走不迟。大人尽管问吧。你说是秦王厉害还是廉颇将军厉害啊？当然是秦王厉害。秦王威震天下，无人敢与之抗衡，而我蔺相如两次逼他就范，屈其心辱其志。既然我连秦王都不怕，还会怕他廉颇吗？既然如此，大人为何三番五次的退让躲避呢？你想想，那秦国为何不敢来侵犯我赵国？还不是因为我等齐心协力吗？要是我跟廉将军斗起来，准会两败俱伤啊！那秦国不就会趁虚而入，打我赵国吗？我之所以不计较这些私人恩怨，还不是为国家着想啊！大人如此高风亮节，我等将终身跟随大人。过了不久，廉颇和蔺相如闹矛盾的事被一个叫于清的贤士知道了，于是于清就去找廉颇，他要说服这个自恃功高的老将军。廉将军，要是论起功来，蔺相如肯定比不上将军，如果论气量，将军可比不上蔺相如啊。于先生，你这话可不对啊，凭什么说蔺相如的气量比我廉颇大呀？廉将军想一想，秦王独霸天下，列国诸侯全都怕他，可蔺相如却敢当面骂他，你说这个蔺相如的胆子大不大？这倒是真的，这蔺相如的胆量确实非凡呐。将军再想一想，既然蔺相如是一个胆量非凡的人，他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的躲着将军？难道他就真的害怕廉颇你吗？不，他这一切都是为了赵国着想啊。哎呀，请于先生给廉颇明示。因为蔺相如明白，一个国家要想强盛，那么文臣武将必须和睦，蔺相如处处让着你廉将军，而廉将军反而认为蔺相如是胆小鬼，那么将军就完全错了。哎呀，我糊涂，我糊涂，我真糊涂啊。听了于清这番话，廉颇觉得羞愧难当，于是他光着上身，背上荆条，到蔺相如府上负荆请罪去了。大人，大人，廉将军为何如此打扮呢？大人呢？廉颇心胸狭窄，嫉贤妒能，多次侮辱相国呀，置江山社稷于不顾。相国胸怀宽广，以国家为重，一再容忍廉颇匹夫，廉颇死不足以恕罪啊！请相国以此荆条痛打廉颇吧。哎呀，廉将军乃国之干将，将军不嫌弃相如，相如已经十分的荣幸了，怎么敢烦劳将军登门呢？廉颇是一介莽夫，
蒙相国见谅，实在是惭愧啊。只有我们同心协力，共保赵国江山，才不会辜负大王对我们的期望啊。廉颇愿与相国结为生死之交，共保赵国江山。多谢将军。三皇五帝下商周，群雄称霸闹春秋，龙争虎斗烟云过，血雨腥风万民愁，哦，万民愁。上口嚼片，轻松学习，健康成长。上海韵生堂。本品为保健食品。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广播连续剧《东周列国》，明天同一时间播出下一集。赵国将相和睦，使得秦国十几年来不敢与之为敌，因此秦昭王就把精力放在对付其他国家上。就在秦国准备攻打齐国的时候，秦昭王收到了一封信，署名张禄。可秦昭王怎么也想不起这个张禄是谁。张禄原名范雎，是魏国大梁人，此人有谈天说地之能，安邦定国之志。因为家穷，没有机会见到魏王，只好先投到大夫虚谷门下做门客，等待时机实现自己的抱负。这时魏昭王派大夫虚谷出使齐国，虚谷心里清楚，凭自己的口才恐怕很难不辱使命，于是便带上范雎一道去拜见齐襄王。